这是越国，不是你们大明。大明是中国，越国也是中国。当今天子奉天承运，天下一统，地不分远近，人不分吴越。朱元璋是亳州人，他做个吴王也就罢了，凭什么管我们越国的事情？这位兄弟，有道之君，天下共尊。我问你，你们那个越王郭和是哪里的人呢？是淮北宿州人。他一个宿州人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一些好事，所以被称之为一地之王。朱元璋为国家做了好事，自然被称为一国之君。莫说这块离京不远的弹丸之地了，南边的福建广东已经克服，北边的元顺帝已逃出了大都，大都已经改叫北平，西边的宁夏，东边的辽东都已经被收复，云贵川归顺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哎，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这里的百姓接进来的。胡扯！这位兄弟，你不要急嘛，你看我们几个都是文官，而你们却草木皆兵，森严壁垒，没有人接应，我们怎么进得来呢？谁接应呢？我宰了他！不要动不动就宰谁杀谁的。我知道你们当地的百姓很齐心，很拥戴你们的越王，但那已经成为过去。你们在战乱年代精心营造，使他们偏安一隅，休养生息。如今可不同了，大明朝就是精锐之师也有百万之众啊，你们老弱妇孺加在一起不过才四五十万人，百姓不愿以卵击石，自取其祸。告诉你们的越王，如果他再执迷不悟，当地的民众就可以随时把他反了。你在妖言惑众，我先杀了你。这位兄弟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卒，你可以一时痛快地说这种气话，但是你们的越王就不可以这么随便了，他肯定比你站得高，看得远。好好好，这里是佛家圣洁之地，要杀你们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。哼，有胆量就去我们王宫，大王要在那里见你们。大明使臣参见越王。大胆来人，见了越王为何不下跪？我是当朝天子的钦差，叩拜越王成何体统？大胆的说客，太不自量力了，见了本王竟敢不下跪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堂堂越王却胆小如鼠。笑话，我还看不出你们是女扮的男装，我还怕你们几个女流之辈。是，我们是女官，既然你们不怕，又何必摆出这副架势？怪我高看你们了。古越国乃贤士雅集之地，道德礼义之邦，这样对待朝廷的使臣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们不认你们那个朝廷。你不认朝廷是因为你不了解朝廷，情有可原。请问你认你们的百姓吗？哼，我们当然认，百姓是我越国的根本，不
认根本，我们还认什么？认百姓就该认朝廷，就该感谢当今的皇上。这怎么能扯到一起去？能。再请问，你们最近去过寺庙吗？去过。怎么了？碧云寺的云德师父告诉我，以前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的人每天不过二三十人，如今少则二三百，多则一两千。为什么？他们去求菩萨保佑，不要打仗，人心四安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你们穷兵黩武，失了人心，纵然洪武帝不派兵来打，这里的百姓早晚要反了你们。花言巧语蛊惑人心，你就不怕我把你们给油炸了？哼，你害怕了，请越王到门口去看一看。报！何时报来？报告越王，王宫门口来了许多老百姓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小的不知。来了多少人？全都是人。大王，别上了他们的当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我们越国煽动民心。你们各位也都看到了，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就能把民众煽动起来，这不更说明问题了吗？不要跟他们啰嗦，统统杀了算了。为了小越国几十万的百姓，我们死了又何妨呢？皇上爱民如子，不忍涂炭生灵，所以三番五次的派官员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你们不该执迷不悟啊。郭和，大胆，不许直呼我王大名。哼，他不认我的朝廷，我也不认他这个越王。郭和呀，你对不起肃州父老，更对不起这里的百姓。休得胡言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们肃州人都是善良豪爽，行侠仗义。你的祖坟和众多的亲人还在肃州，他们已经过上平安的日子，而你这一个外地人给这里带来了战乱，让家家过火海，人人上刀山，你于心何忍呢？你说你是肃州人，别跟我们大王套近乎。为什么要女扮男装？那好啊，还我们的女儿本来面目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她就是当今皇上的结发妻子，皇后马娘娘。你就是大脚马皇后？是啊，你们看看，看看我这双大脚，这脚可真够大的！是啊，果然是马皇后，居然是个大脚女人。为了不再打仗，不再流血，皇上说了，只要越王归顺朝廷，小越国还是由你来统领。除了军队由朝廷统一管辖以外，这里的民俗习惯一切照旧，皇上依然封你为越王。空口无凭，我怎么能相信你呢？大王，千万不要被他的妖言所迷惑，连他们的大将军汤和派来的人都让我杀光了。
朱元璋肯定怀恨在心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对朱元璋派来的人，我们要见一个杀一个。你不是就叫苟同吗？我相信在这个屋子里没有几个人能苟同你的想法。再说杀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我相信在上面坐着的越王也不会苟同你。好，那我就先杀了你这个马大脚，再气死朱元璋。这几个妞留下，给我们大王做偏妃。葛东，休得无礼。大王，你装作没看见，事情由我来办。呀！狗童将军，还有想送死的吗？薄荷，我听说你爱民如子，我真不忍心看到你和你的百姓生灵涂炭。你在威胁我？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们几个生灵涂炭。这个我信，可是你好好想想你们的下场。